是我，恁这个孙哦，双手长掌，还佫有两个钻。人讲两个钻是恶到无人问，后摆是会大好大歹，所以一定要好好佮教。哎呦，哪会安尼？伊佮爸母真无缘，还八字佫小克。啊，我都化解无。化解是有啦，都是予别人做囝啦。啊，这免哪用的啦，伊是我的大孙呢。要啦无，就是袂当叫爸母、阿爸还是阿母啊。啊，袂当叫阿爸、阿母，啊，无要叫啥的？敢若会当叫老爸、老母的名啦。哈？敢若会当叫名哦？啊，袂当叫阿爸甲阿母哦？哎呦，我这个古锥的金孙，哪会这款命？跳开哦！敢给我啃，我给你吃！真的是对不起，对不起啦！看医药费多少钱哦，我会赔你的。赔钱就行了吗？我看啊，至少也要记大过。你说呢，张主任？是啊，这可能是要记过的呀。不行，再记过了，再记就退学了。阿勇啊，赶紧，赶紧很犀利啦，请原谅我。阿妈跟你讲啊，哎呦，创啥啦？哎呦，你这个儿子啊！不好好教的话，以后会当流氓，还会是个变态的。嘿嘿嘿啊！你哪会跟我怕？我叫你去搞黑心的，无你收听无啊？实在是要我气死！吼！哎呦，你慢走！你快走！你敢要欺负我吗？一二。嗨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个造化你的！你个造，你干嘛欺负我妈嘞？叫你们怎么收听的？我是故事上的妹妹阿珠，阮哥哥自细汉就跟妈妈相克，所以因两个常常在运动场走小日。我想，今晚阁有连续剧通好看哦。阿勇啊，今日来吃饭啦，外口拢是蚊啊呢，紧入来啦。不爱啦。阿芳也给我怕。哎呦，袂啦，伊去后壁洗衫裤，来来来来，豆豆仔食较紧会假着。咱囡仔人哦，身体爱学较好咧，唔通卡袂着就要甲人相拍，嘛唔通定定遐恁阿芳啊生气。阿妈，你唔知啊，起码规个学校的同学拢捌我。是哦，啊哪会安尼？就是阿芳啊，伊最爱伫个同学面头前甲我拍。嗯？你搁讲？哎呦，恁两个母仔囝真正是顶世人结什么冤呐？这世人才会敢那冤仇人共款哦。阿母啊，你莫大概拢替伊讲话，伊拢叫你想歹去啊啦。陈松竹、张金城、张天柱、许金水、王明仁、郭世雄、
许秀美、张玉玲、陶燕妮。哦，哎，反应还蛮快哎。许荣展，你考几分？你会不会被留级啊？哪像你，留级大王。大家这次地理月考，大多数的同学都有进步。郭世雄，哟。学地理，东西南北要先搞清楚，淡水在哪里？是在台湾的北部，不是在蒙古。淡水不就是在中华民国的北方吗？蒙古也在北方啊。你哦，就是上课都不认真听，再不加油会被留级哦。在上课之前，要为各位介绍一位新转来的同学，李佳桦。这里，到前面来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位是从台南转来的新同学，他叫做李佳桦。他本来在台南的国小念书，因为父亲担任军职的关系，调职到淡水，所以呢，从这个学期开始就转到我们学校来。嗯，是谁在玩球？郭世雄，你给我起来！接杀出局！来哦，鱼仔青的哦，红目莲白手好食的哦。欧桑，来买啦，算你较俗的啦。囡仔食鱼哦，会变巧哦。啊，无买白手好无？囡仔食拢无刺，我算你一斤十块就好啊啦。好啊。摕一杯。哼，我先看麦。哎，您是怎么搞的？又来这摆摊儿？您真是讲不停啊！你闲哪要摕走我的钱呐？我还靠在趁食呢，听我啦！你干什么？你我要告你妨碍公务！你讲什么我听不懂。放手！放手！八戒、吴京，你两个店家好好不好舒服？心酸拿来口留妖怪，你千万等了惊转一口啊！左公公耍了听闻已经，这官人个人受着千年的别骨精呢。一听讲那是只东山中的霸，都会当良心不落。所以今早阿母，你看这，唐王公一离开了，伊就随我跟准备备个两。哼，真正是定肥去肥个狗。南庄的时阵，突然间叫一口所发出的一道金光，成一个乌暗影，随后都变作一个眉毛。我拜托你去读书，莫阁耍棒球啊，好无啊？拍球有啥物无好？会当为国争光啊！我看你先为家己争光好无啊？你看你小妹啦，又阁摕奖状啊！你敢知影你要留级啊？留级就留级，有啥物了不起？你个嘴硬！家己娃娃，有听无？好啦好啦。唔通甲袂到就甲拍啦，唔着好好啊讲。哎呦，搁去用骂哦，啊是安怎啦？好啊，行行行，咱来写功课。来，这坐去后尾。哎、欸，你去麦当去找迄个新来的管区，甲我的亲阿讨转来。亲啊，搁用木手去啊、哦？嘿啦，你去拜托人甲我摕转来啦。袂用的啦，顶届迄个陈警员升官被调走啊啦。敢讲你袂当阁去拜托别人吼？你是安怎奈拢无爱拜行阿弟？行阿弟，行阿弟根本就无生理。你抓准我爱拜咧街仔路走警察咯，我无去做生理，你欠人的三百仔钱是一当时才还的了啊！好，我拄好出来去，我紧来去想办法。哎呦！来，咪咪。来哦，
来哦，现捞下来哦，青的哦。阿勇啊，你爱注意看，那看到地无爱警察，都爱紧甲阮通知，知无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啦。哎，这橘子，嘿嘿，你的、哦。嗯，谢谢。你客气哦，两粒柑仔都摕袂好势，脚手较紧的啦。阿雄，老大。卡紧啦，我讲伊在等人啦。袂使啦，阮阿芳叫我过警察。啊，恁先去拍啦。哈？警察！警察来了！歹势啦，袂当袂哩啊！警察来啊！阿勇啊，紧甲我倒摕布做个衣头啊啦！哦。哎，列伯，阿芳，你走较紧的啦！阿芳，吃啦！啊啊啊！哎呦！椅子啊，我不想理他，结果他就踢得越来越大力，因为声音太大声啊，就引起老师的注意。原来他的原子笔没水，想跟我借。哎呦，你实在是戆到白白上呢，警察跟高中生拢分不清楚。你生来是要克我？恁阿爷啊，敢那阁予恁阿母骂啊！哎呦，实在是哦。啊！我咧，恁嘛想要啥吹头笛啊？够巧的，但哆来咪你着听有哦，安尼我着叫你哆来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正听有。臭白目啊，你搁敢来找我？哈哈哈！来，贪吃鬼。每一次阮哥哥和阿母妈心情无好的时阵，就有一挂动物来甲伊安慰。我感觉伊足厉害，伊甲动物之间亲像有欣赏互动的能力。来，咱来接球。伊上喜欢的是这只白灵犀。Yeah! 哦，不是，伊叫做白目啊。伊哦，上妖怪啊。戆鸟啊，咱哪教拢袂晓？球嘞？
快走！哈哈，查老弟，我抓到，来，听我。哈，你嘛也是鸟。哎，快走！足厉害的，你真正有够巧，你是猪还是狗啊？哈哈哈！神猪，神猪，你是神猪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连续丢了几颗球，他都接得到。他的动作简直是狗，不是猪，真的有够聪明。去年过年，我爸爸带我出来，有只鸟会跳舞，还会算数，哎，大家都丢好多钱给他。哎，说不定我们家的猪也可以到屋来去跳舞，帮我妈赚钱。哎，对哦，那他也可以帮我们赚钱，买棒球手套。对对对对，他还有一招，耳朵像扇子一样扇动。他还会斗鸡眼，太厉害了吧！嘿嘿，斗鸡眼是我的专利，他才不会嘞。郭师兄，请问你有帮你们家的猪取名字吗？有啊，他就叫阿肥。阿肥，阿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长得像你肥肥一样的意思啊。郭师兄，李佳桦，你们两个刚刚有说方言。我有听到哦，你听错了吧？大家都没听到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们都没有听到。听到了没？要不然你说说看，你听到我说什么方言嘞？我才不会上你们的当了。我明明听到你们两个说了阿肥的方言。你敢记的话，你赶快试看麦。郭师兄，我能不能跟你们打棒球？你会打吗？会啊，我当过捕手耶。真的？你有球具吗？有啊，是全校的捕具耶。哇，你们家是好野人耶。什么是好野人？好野人就是台语的好野人啊，就是有钱人的意思的。嘿嘿，都请你吃。这是什么？巧克力啊，国外进口的呢。这个感觉好像看到美丽又漂亮的她。阿鸟儿，郭世雄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被罚青蛙跳啊？你给我规矩一点。欢迎你加入阿不义消防队。哥哥自从发觉阿肥了后，奇怪的是，棒球队就接二连三地打赢球赛，阿肥也就成了球队的吉祥物。五年四班少棒队也更名为阿肥少棒队。
便当，便当，臭酸营养的便当来了。喂，刘泽瑞，你拿错便当了，你找死啊！哇，鸡腿哎！李佳桦，你们家是好野人哎！你们要吃吗？给你咬一口，可是不要太大口哦。啊！拜托嘛，赶快到下节啦！袂使啦，这边真正袂使。哎呦，以前拢会使，这摆是安怎袂使？因为我嘛爱写母亲节的作文啊，而且是同一个阿母。反正老师一定唔知啦。不过，万一让阿母知影，我会让伊拍死哦。拍！拍到怎会溜啊？袂使啦，我才无亲像你遐尼贤走啊！拜托啦，我顶个阁请你食巧克力的。哥，你要试看卖无？我相信你一定写会出来。吼、哦，你又阁来啊？我的母亲叫阿香，我一生下来。就叫他阿香，叫我爸爸阿发，好像他们不是我父母一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叫他们爸妈。他常骂我说我是生来克他的，什么上辈子欠外西狼贼。他喜欢当着大家的面前打我骂我，让我觉得很没面子。他也常常跟阿发吵架，他爱骂别人，看别人被打得很痛苦，他就很快乐。他很讨厌警察，爱跟警察吵架。我好想赶快长大，能够赚钱，赶快离开这家。谢谢收看。真的很不听话，规天就小气头打棒球。我不是没有教他，每次说他几句哈，伊拢就搞应嘴应急呀。还有哦，过去给他骗钱哦，说要买文具，结果哦都是去买些有的没有的啦。有时候哦，我想好好教训他，他就给我跑马拉松，现在越跑越快，我真的是越来越拿他没办法。郭妈妈，你不用生气。我已经决定要把郭世雄留级了，让他重新再学习，要不然他不会乖的。留级？老师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啦。其实哦，阿雄没有那么坏，他会这样哦，有一半要怪我。可能是我上辈子对他不好啦，这辈子哦，他才会对我这样。我拜托老师不要给他留级了。他功课不好。明天我就给他去补习。啊，对了，这鱼松吼，我用高布收做的啦，足好食的呢。请老师吼，不要客气，吃看卖的啦。拜托老师哦，不要给他留级，要不然哦，他会去做流氓的。拜托啦，老师啊。你真的要好好孝顺他，不要嫌弃他。他真的很命苦，他那么爱你。你功课不好，他居然说一定是他前世对你不好才会害了你，这什么理由嘛？怎么会有这种理由呢？阿雄，他真的很爱你，老师拜托你。回去好好叫她一声妈妈，好不好？什么？难道你都不会想叫吗？说啊！不要！你真的很拗哎！
诉我，讨厌你便当盒的蟑螂是不是你放的？我妈妈说不能叫妈妈，只能叫阿香，不然会克死她。阿珠，你在哭啥？阿母在抬鸡啊！你讲伊嘛要拜拜。抬鸡？啊！哎呀！哆来咪，你是安怎？你老火啊！阿鸡嘞？阿鸡是走哪去啊？死鸡啊！抬半步都抬袂死。是是是。啊！麦子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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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麦个抬啊！啊！赶紧开洗手，小弟要拜拜了啦！阿勇啊，今仔日阿妈食菜，袂用甲你硬菜。你要多吃一些吧，不能一直吃饭哦。阿祥，我不爱鸡腿啊，你最爱吃呢，还不爱？我要跟我吃菜，不爱吃鸡腿啦。这是拜神的，会给你保庇。我不爱啦。今天哦，我有去问算命先的，说以后你的名哦，要改做郭世顺。哦，拜托。你又搁来啊！顶摆你叫我改郭世雄，我真无简单才习惯。今嘛搁叫我改，要改你家己改，我袂改。无你是要啥？这一切也毋是为着你好。无得卡一改改了哦，你的功课就进步啊。来，伊无爱食哦，再互你食。啊，我袂啊。奇怪嘞，恁两个是咧占着药哟。阿嬤，阿胖今日足恐怖的。是安怎恐怖？哦，无啦，对啦，阿嬤，先做咱要拜拜，拜拜才会得到神明的保庇啊。先做拜拜，爱抬鸡抬鸭。拜神拢用三牲，自古早就是安尼啊。无用鸡鸭鸭拜，爱安怎？会安怎哦？敢那就袂保庇啊。遐个鸡仔鸭足可怜的。阿嬤，啥物你要食菜？哦，是一个师傅讲的，讲会当培养咱的慈悲心哦。师傅是铁光楼迄种人哦。囡仔人袂个无礼貌，迄是出家修行的和尚，伊伫梁山寺，伊足敖讲古的哦。你若有兴趣哦，
明仔载我带你去找伊。好好，伊会晓讲《西游记》的故事无？伊会晓讲佛陀的故事哦，足好听的哦，你一定会喜欢啦。2500多年前，在印度喜马拉雅雪山脚下，有一个迦毗罗国。国王净饭王和摩耶夫人十分的恩爱。结婚多年，终于生下了一位太子，取名悉达多。迦毗罗城外的一位年长智者得知净饭王获得太子，就来到迦毗罗城的王宫为太子瞻像。一见太子泪流满面。智者，你为何流眼泪？太子只有大丈夫相貌，将来成了正觉，智慧福德庄严，会成为人天的教主。我流泪是因为感叹自己年龄衰老了，等太子将来正觉的时候做了救世主，我已没有机缘亲闻真理了。嘿，他的父王为不使太子起出家求道之心，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让他在皇宫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可是悉达多太子并没有沉醉于其中，每天安逸的日子里，他总觉得心中似乎缺少了什么。有一天，悉达多太子向国王要求让他出皇宫到民间一游，看看他的人民们。虽然他的父王心中很不愿意，但是经过悉达多太子的再三苦求，最后国王终于答应。期待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，悉达多太子领着华丽的阵仗沿着各路游览。可是他万万想不到，即将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是他父王事先派人安排的，所以在沿途所见到他的子民们个个精神奕奕，笑容满面，穿戴华丽，丰衣足食，太子非常开心，不停地向人们挥手示意。突然，太子却注意到远处的河边有一位奇怪的人。这是一位满口乌鸦，杵着拐杖，步履蹒跚的老人。太子惊讶无比，立即尾随老者。意外的，他看到了麻风病人，搂着身体，痛苦呻吟。到了河边，见的家人围着死去的亲人，进行火化仪式。人生的真实面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在他眼前一一呈现。他深深感受到这一切的痛楚，他很想问为什么。有谁可以给他答案？又有谁能超越这一切？陈师傅，悉达多太子后来呢？后来，如果你想知道，我就送这本绘本跟你结缘。这是我亲手绘制的，市面上买不到哦。也唔紧，甲师傅说多谢。谢谢陈师傅。阿玛利克。
陈师傅，你好会画图哦，这是咱淡水的观音山跟真理教堂呢。师傅，你可以教我画图吗？阿雄，你不但有慧根，兴趣还真多。有慧根哦，哎呦，我这个孙哦，都唔知要安怎啦，读书读到滴要落地啊啦。师傅啊，你嘛甲我想一下办法咧。我细汉的时阵嘛，甲阿雄同款，无爱读书，也唔过我爱画图。去年我特别替小菩萨们画一本《佛陀传》。阿雄，你要好好的看。明天我要回建坛莲花寺，过几天等我回来，我会跟你讨论，看看你有多少慧根。讨论？是不是要考试？不是考试，是跟你聊聊天。聊天？哦，对了，师傅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你说呀。你为什么要剃光头？啊？哎呦！跟你讲，囡仔人袂用乌白讲，你来看安尼啦，师傅啊，歹势啦，我这个孙唔知影代志，少话乌白讲，歹势啦，阿勇行啦，你会当转来去啊啦。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不用剃光头？阿雄，你不觉得剃光头比较凉快吗？阿勇啊，你唔当伫车顶哭哭看啦，安尼目睭会歹去啦。阿勇啊，拄只师傅讲你有迄啰什么慧根，是啥物意思啊？慧根，慧根就是会跟别人做事情，台语就是讲会替别人做代志。哎呦，这个师傅有够厉害啦！伊哪会一看就知影你上敖替别人做一挂有诶无诶代志？阿嬷，你给我钱，我要买簿啊。嘿，啊你毋是前两工啊才买？顶摆买诶是国语，即摆要买诶是算术这一部。啊，你哪会买甲阿芳啊讨钱去买？伊会搞嘛？唉。恁两个人顶世人毋知是安怎，即世人才亲像冤仇人安尼啦。阿嬷，会使加买一本无？多谢。袂听啊！讲啦！嗨哦，莫阁拍啦！讲啦！用讲的就好啊！奇怪呢，你叫你讲，你袂晓讲呀！讲啦，讲啦！哎呦，你这个狗屎囡仔，谁来用石头啃我的窗仔门啊？你莫走哦，你过来派出所！啊，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哎，身材有够衰，撞到一个痟的，无代无志，讲破我的玻璃。阿哥，唔卡紧，你别洗碗。我找到伊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还救了他，因为有一个赤查某一直甲拍。你想要出来啊？
球呢？我的球呢？哦，找到了。哎，嘿，你好，我又来了。昨天谢谢你。没什么啦，只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是同学相助啦。你那颗球还在我家哎。没关系啊，留给你做纪念。我叫郭世雄，5年4班。我叫尤玉兰，4年5班。啊，对了，我上次在大街上遇到你，你橘子掉了，我有帮你捡，结果我漏捡了一颗，那一颗还在我的书包里，你要不要？送给你吃好了。哎，昨天打你的那个恰杂木是谁？恰杂木？哦，他是我养母。养母？他干嘛打你？你养母是不是因为少了一颗橘子才打你的？哎呦，你不要一直问这个好不好？你真的好厉害，让我人怕我爱你。明仔载鞋啊，唔知会当标着无？哦，这个阿头啊，敢若也想要标呢？哎，我感觉这招敢若有效呢。什么有效？前几天啊吼，后街啊，迄个算命先呢，给我几来张符啊，我就给搭咧主桌啊壁顶，拄只放学转来，佫主动要看书写功课，迄天。伊雄雄讲要开始食菜，我看吼，都暂时莫变伊改名好啊。真正这有效，甲我骗。小兰你好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写信，我很同情你的遭遇。今天你有在被打吗？其实我也常被我阿布打，我阿布也是很凶，但是我已经被他打习惯了。我一天没被他打，全身都会痒。他真的很了解我，每次打我之前都会说：“你是皮你就好。”不过我常跑给他追，因为我把这当成练习跑垒，所以我倒是要谢谢他，把我训练出好腿力。唉，在好像有一个师傅给我看了一本绘本《佛陀传》里面的道理，我们相克也互相磨练。师傅说那是逆增上缘。谢谢收看。郭世雄，他是谁啊？他是我们的队长，我们是5连速班的。队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郭世雄就是前两次选校队都没选上的那个家伙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哎，这个好玩哦，嘿嘿，哎，注意注意，嗯，很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穿起多尔往前滑，脚往下坠，到底家打败小队小哈哈，百浪滔滔我不怕，撑起多尔往前滑，脚往下坠，到底哎，不要唱了，注意听。敢若是还袂咧叫，我先倒去看卖。
就拄只阿肥方卖掉再走啊啦。哪会使安尼？伊是阮球队吉祥物，你袂当给卖掉啦。哪会当卖掉？这摆鞋也标无着，恁爸买三百两的钱爱啦，嘛爱准备予你去补习，你无卖要哪有钱？伊袂当卖掉，我求你啦，给伊套上来好无？套上来要创啊？逐天就知影要甲计算，莫怪愈来愈戆。我伊套上来就煞煞去，为着我做啥？你拢袂答应？哎、欸，阿勇啊，你若出去有才调，你就莫甲我转来。阿勇啊，你还袂食饭呢？你是要去倒位啦？阿勇啊，阿勇！嘿嘿，这好刺激哦！我们好像在打仗呢。你就是阿肥啊，真想不到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。你要带阿肥去哪里啊？我要带阿肥到剑潭找陈师傅，请他帮忙救阿肥。要去剑潭？哦，对了，麻烦你把这封信拿给我生母。他半年前改嫁到社子，就跟我失去联络，我很想他们。这本佛陀传送给你，我已经看过了，希望对你有些帮助。谢谢你。
臭白蚊啊！耶！阿妹，吃番薯啊！爸爸，今仔日爱吃菜哦。你白哦。来，阿妹，这给你。我。嘿，要落雨啊！悉达多太子自从上次出游回宫之后，心情一直闷闷不乐。国王更是派人暗中看着他，就担心他离家修道。终于，悉达多太子在一个空中狂欢之后的夜里，众人酒醉不省人事。太子趁机带着车尼骑着白马出宫。悉达多太子来到修行山里，将身上饰品、衣物、白马等交给车尼，然后割下自己的头发，表示自己出家修道的决心。车尼见无法挽回，只好恭送太子。初期修道的过程，太子学着苦行，试着让肉体痛苦，意图能提升心灵，开悟正道。他日食一马，饿到骨瘦如柴，有一天他饿到头昏眼花，突然听到路过的两位女学生的对话。我终于知道了，当我们的琴弦太松的时候，弹的声音就不悦耳，太紧的时候弦就会断掉，所以最好不松不紧，才会弹出美妙悦耳的声调。太子听到这些话之后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接受牧羊女的供养，改变苦行修炼的方式。阿妹，我接受阿嬷的，你会袂？你不信啊？恁真正不信？唉，好啦好啦，我承认我是咧想小人啦。安尼讲，敢若小可重色轻友？唔对，应该是重色轻阿嬷。爸爸，你莫踢球啊！哦，
恁看恁两个，敢那是男女朋友嘞？以后恁两个吼，哈哈哈哈哈，你甲鸟啊，哦，要恁结婚生囡仔。叫做低叫，低感觉叫不醒啊，白灵低，低灵心，观世音菩萨啊，请你保庇阮阿勇啊平安无代志，我敢若一个金孙尔，拜托拜托啦！戴琳娜，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已经通知淡水县各站的警察加强巡逻了。也是不得已，自从他爸爸死了以后，我没有办法养两个小孩。小兰五岁那年，他弟弟得了脑膜炎，生活就更苦了，所以不得已我才把小兰送给别人当养女换一些钱。我知道小兰很恨我，恨我为什么要重男轻女抛弃他，他一直怪我为什么要牺牲他去救一个没用的弟弟？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都不原谅我。半年前，因为我改嫁，所以才不方便跟小兰联络。没想到他现在这么苦，我苦命的孩子。阿姨。你担心什么嘞？佛祖说，这是个阿婆世界，人生苦短，你要放下一切。我已觉悟人生的意义，所以我想开。小兰的事就是我的事，等我完成救阿比的使命之后，我会尽力保护她，就算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刚才说的是娑婆世界吧？娑婆，好像是哦。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因地中行菩萨道时，曾为一个大国王，名叫萨波达。他一生行善，乐为布施。有一天，国王跟夫人在后宫观赏荷花。救命啊！好心的国王，请你救救我，有一只凶猛的老鹰要杀我。白鸽，不要惊慌，有本王在此，当保护你的性命。白鸽是我的食物，我很饥饿，希望大王将鸽子还给我。我已经答应保护白鸽的安全，你的目的只是为了饱餐充饥，请你放过这只鸽子，我可以答应百倍于鸽子的重量给你。慈悲的大王，你一生慈济众生，毫无吝惜，只要大王肯施舍您身上的肌肉，其重量与鸽子相等，我就可以满足了。小鸽子，请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救你。国王陛下，请你动作快一点，我肚子正饿着呢。好，我会立即实现我的诺言。国王陛下，你那一点肉是不够的，再来一些吧。没问题，我一定会给你跟鸽子同重量的肉。
为什么还是不能等住？你觉得你那几块肉就可以抵鸽子一条命吗？我明白了，生命不能以重量衡量。这时候，国王从容地站上磅秤。磅秤终于得以水平。奇怪的是，这时传来悦耳的仙乐跟五彩祥光。老鹰跟白鸽看到之后深受感动，便回帝室与天王行孝，当众跪地叩首，赞叹不已。阿勇啊，紧提实力啦，请原谅我。阿妈紧讲啊，创啥啦？阿勇，你别走，我还靠在探家呢。你干什么？阿胖，你走较紧的啦。哎呦，有啥物了不起？你个嘴硬，该救我哇？有听无？好啦好啊啦，啊是安怎啦？好啊，今日咱来写功课。他功课不好，拜托老师哦，不要给他留级，要不然哦，他会去做流氓的。拜托啦，老师啊！哇，这么多钱哦！阿妹，咱去街边开店哦，就会使替你小心。喂，高兴啦，真歹势哦，伫这摆摊也是爱交税哦。什么交税啊？听无？老大，台语缴税要怎么说啊？咱是流氓嘞，不是警察啦，什么的交税？哦。我跟你讲，阮老大介意你这只猪公，想要跟你借一个。哦，我是要对考考啦，真要对猪公。啊，你大伯学遐尼久拢学袂晓的，哦，你实在有影了，帮帮忙的。闪。来，我看你赚偌济啊。袂使啦，这钱袂当给你。搞起来我叫你放手，你无听的哦。拜托，真爱我啦。放啦，叫你放你听无？袂使啦！哎呦，我死你啊！退来啦！搞起来哩！放我！袂使！我哩死啊！这只猪不是在淡水失踪的那一只吗？
小朋友，你是不是郭世雄？大人啊，原谅一下啦，也是囡仔唔捌代志，你若要怪就怪我好啊啦。郭妈妈，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们只是做个笔录，做完之后吼，孩子就可以回去了，没代志啦。是哦，真多谢，多谢呢。来，妹来啊，紧吃紧吃。好啦，阿肥嘞？阿肥哦，伊无代志，你紧吃紧吃啦。管我啦，你去读书啦，我实在足唔甘愿的。阿母，没关系啦，只个读就有啊，乐观一点。我真正足唔甘愿的呢，伊个无良心的安尼甲我骗了了，一定会有报应啦。小兰啊，阿母甲你拍，你拢袂怨恨我哦。不要紧啦，阿母，来。阿雄，事情已经成定局了，你要放下，往好处想，阿肥的死才会有价值。是啊，阿肥他现在卖了很多钱，确实很有价值。阿肥他这一辈子当猪，是业力果报，相信他恶业已了，应该会有善报。就像佛陀说的啊，自有因果定律。我不管什么水果苹果，绿不绿的。我要我的阿布，你懂不懂？你生气有用吗？
哎，齐大多，把天鹅还我，它是我射中的。不，这天鹅应该是属于救护它的人的，我要医护它，所以应该属于我。你给我听清楚，堂兄，这只鸟是我射中的，它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啊。哎，天鹅还我！不行，我要先去医治它。提婆达多，我想请长老来判决吧。哎，可恶！于是议会学者展开好几场的辩论。我慎重宣布，最后决定活着的天鹅是属于救护他生命的人。喂，这怎么行？我不服气。感谢审判长，天鹅，恭喜你，你可以重获自由了。可恶的斯达多，你给我气干嘛呀？我一定要报仇。阿雄诶，你真神济！阿雄诶，阿雄，阿雄，你真神济！阿雄，我爱做提婆达多。什么提婆达多？你是咧讲啥啦？阿爸，我唔对啊，死咧啦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无代志就好啊吼。好啦，莫哭莫哭，好啦，乖乖乖乖，戆囡仔咧。你今日较早收哦。是啊，落雨天都无虾米人。欸，阿勇搁咧睏哦。要甲叫无？欸，别，倒睏啦。伊哪会三更半暝走去想水？唔是想水啦，伊就讲伊想迄只阿肥，想甲睏袂去啊，唔才带咪咪去海边啊散步，啊咪咪落乌白洞，再跋海海。阿勇唔得跳落去甲救，你若唔信哦，阿无哦，你去问咪咪。问咪咪，你甲我装笑啊？装笑的，无我来问。咪咪，来，我问你哦，你讲是唔是啊？欸，你看咪咪，咪咪也讲是啊。卖连笑话啊！伊真正叫你阿爸哦。当然也是真正的。嘿，中声啦！你搁啉烧酒啊？吼！无啦，我敢若啉一丝丝啊，尔。啉一丝丝啦！你的一丝丝啦，弄嘛几桶？那呢？你有感觉安怎无？是有淡薄啊，袂惯是呢。哎哟，我讲的毋是迄啦，我是讲你的身体吼，敢有感觉怪怪？无咧，无，我会记三岁迄年吼，我会叫我一声阿母，结果吼，害我落屎落几礼拜啦，要哪会无？哎呦，恁查某人哦，就是想伤济啦，啥物算命的，信也特别通啊，啊，互你家己个囝叫一声阿爸阿母，本来就天公地道的代志啊，讲啥物小客？哟，互恁囝叫一声阿爸，即摆红声吼。什么红声？你咧食醋哟？食醋？我搁咧食豆油咧，你神经哦、啊！哼、嗯！来啊，饮茶啊，饮茶啦！来啊，来啊，饮茶啦！人若未快乐，烧酒来泡茶，满腹的怨气。放风吹，一杯一杯饮落去，欢喜来泡茶。云游四海，自由飞。
哎，老大，咱们问你讲，什么时阵要比赛啦？是啊，我们好久没有去刺激一下哎。昨天又有同学要加入我们球队，我们现在的球具都已经齐全了。你不是说要让他好看，加啊！你看，大家都来了啦。小兰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这世间是一个娑婆世界，大自然有成住坏空，我们的生命也会生老病死，世事无常，一切万物皆是因缘所造，万法因缘生，万法因缘灭，因缘果报是宇宙的真理，并没有人主宰我们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众生皆有佛性，只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认真修持，福祸是由自己的心念产生的，所以我们要随时关照自己的心念。师父，要怎样才能放下？放下？你不是已经正在做？我不懂。你不是正在投球？是啊，这跟投球有什么关系？你手不放开，球怎么投出去？哎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再接球咯。还有放球的时间点也很重要。对，那决定投出的是好球还是坏球。水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师父，你说我是不是很会跟？会跟会跟，我开悟了，我开悟了，耶！我现在宣布。淡海国小校队跟阿雄少棒队友谊挑战赛开始。喂，郭世雄，上次很感谢你照顾我弟弟啊。你弟是谁啊？他叫陈世宏啊，你很健忘哦。陈世宏，怎么样？还痛不痛？加油加油，阿雄加油，五年四班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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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雄加油，五年四班加油加油加油。哎呦，阿雄，他好像是故意的。对啊，我怎么不要脸呢？郭世雄，啊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。出身球，保送一垒。这一球算是我还给陈世宏。嗯。哇，鹏啊，是你买的哦？我哪有钱啦？是恁囝买予你的。阿勇买的。是啊，搁有拉布雷达哦。什么拉布雷达？哎，啊，你是咧哭啥啦？感动啊！紧甲我来好好甲看啦。哦。阿母。这盆啊，是我甲阿肥伫咧树林表演弹的钱买。我决定啊，以后要改随叫你阿母，我嘛袂搁再受气。你将阿肥卖掉，因为我已经放下。我出世，毋是要来甲恁乞。恁两个是我上亲的爸爸妈妈，我就想要甲恁讲，我爱恁。欢迎恁来看我挑战校队的比赛。K。
可是我若无法度做小队保送升学，毕业以后我会帮你背戏。谢谢收看。老师，他们好强，好厉害。他谁啊？他好像是队长哎，好帅哦！听说他很厉害哎。果然厉害哦！耶耶！大家好好的给他们颜色看。哎，都讲那个跟他下猪呢，欢桃，欢桃啦！阿布，阿祖，啊，你坐牛车是要去倒位？无啦，是阿嬷叫我带伊去好好看哥哥打棒球啦。阿嬷，阿嬷在倒啊？我是讲阿勇啊，真可怜啦，想要甲阿祖啊做伙去啊加油，咱要做伙去无哈？老师，你看，已经出事发了，怎么办？大家赶快帮忙，一起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阿雄加油！五年四班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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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雄加油！一个小不点想考验我的好球带。练了不？练了不？可恶！练了不？看什么？看还是坏球啊！四坏球，保送一垒。耶！界外。保送一垒。报告教练，刚刚的球不是出生球，是球打到球棒。是吗？刚才明明是打中你的背部啊。没有啊，你看我没事啊。一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本人改判，好球一个。现在球数是两好一坏。阿妈，阿飞加油！
阿飞加油！阿飞加油哦！加油，阿飞加油，阿飞加油，阿飞加油加油！哦，老师你说方言。阿飞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阿飞加油！加油！阿飞加油！什么人来都一样，把你扇正。我相信阿雄他们一定会赢。阿雄，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当时佛陀诞生之后，走了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地说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，要度众生生老病死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众生皆有佛性，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也就是说，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开创。每个人只要断除烦恼、无明，都可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成佛作主，解脱生老病死的束缚，成就大自在的真我，利益一切众生。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天下唯我独尊。阿勇，阿勇啊！少棒队虽然输了球赛，但也让校队吓出一身冷汗。哥哥与欧基妹、李佳华、米桑诶，他们都获选为校队。十个月之后，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。哥哥说他是阿布依投胎来转世，他长得还蛮像阿布依，胖嘟嘟的，嘿嘿，真可爱。天空中星星那么多。妈妈也改卖水果，不再杀生，全家人都皈依了三宝，成了佛教的家庭。哥哥加入棒球校队没多久就离开了球队，他现在疯狂地爱上画画，因为有陈师傅教他画图，
妈妈也不再烦恼哥哥的未来，因为她已经知道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也觉得哥哥真的是很有慧根，而且这次跟对陈师傅了。谢谢收看。心中的想法从来没说，虽然沉默，但你懂。有的时候不懂你的好，偶尔失控消失也都能出宝，把你气到老，依然微笑拥抱。这种爱哪里找？抬头发现远方的温柔，黑暗中看见家的光芒闪烁，左手牵右手，时间停留。生命。